关注爱奥科技，获取最新案例。我是蒋振林。那今天呢，再给大家分享一台 iPhone X 的维修案例。机器的故障呢是没有声音，我们来试一下。没有啊，但是震动是有的。我们点一下。啊，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动啊，它在震动。从7代以后呢，苹果所有的机型都采用的是立体式的扬声器，也就是说你在放声音或者音乐的时候呢，它的听筒和喇叭是一起响的哈。那这个机子呢是听筒喇叭声音都没有。苹果 X 呢正好管听筒和喇叭的这个芯片呢都属于在下层主板哈。那这种情况的话，它这个中层虚焊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一些。所以接下来呢，我要先拆掉机器，然后呢进行测试。我先测一下输出端的对立阻值啊，先是底部扬声器的，有 OK 啊，底部4个 OK， 听筒 OK 啊，输出没问题。经过测量以后呢，发现它输出的这个对立阻值是没有问题的，那有可能是下层到上层之间的总线问题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先分层，然后来看一下情况。好，差不多了，缝一下试一下。OK。哇，挺漂亮的啊，下层拿下来。好，我先用夹具呢给它夹上试一下。我直接先扣个听筒，喇叭呢我先不扣，然后我们看有没有听筒声音就知道了。你看一下有没有听筒。哎，有了啊，大家听声音是有声音的啊。那么声音有，那证明呢我们的判断没有错啊。像这种苹果 X 的问题呢出现的特别的多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再给它重新合成啊，然后呢再装机测试一下。好，先放点焊油啊，不用放太多，稍微有一点就行，但是一定要有啊。OK， 然后对准。好，差不多了啊，压一压。好，差不多了啊，夹下来，我们冷却一下，然后呢再装机测试。好，再开机试一下啊。声音 OK 了啊，前后都有，声音大一点。前后前啊，说错了，前后都有。由于是双层主板的设计啊，那么在摔了以后呢，就比较容易造成中层虚焊啊。那像这种问题呢，也是遇到的比较多了。如果大家想学修手机的话呢，可以来我们爱奥科技。好，那么本期视频呢，我们就先到这里。